搬去文吼，做到遮，啊，因为咱隔壁就是咱那个乔婉兰，啊，咱这囡仔吼，那小朋友演出咱这布袋戏吼，啊，所以时间有去滴咧着吼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伊话咧做超过时间，超过时间吼，啊，绝对咱这個。学生讲，咱管理委员会老师陈先生的听声，咱背团嘛真认真吼，希望咱受到你肯定，做得袂歹。会今日选择上报道宣传，到广告，台北泸州嘉兴管理团再次感谢，谢谢你们，将平安顺心听点马太极，啊，咱下暗七点七点来演出吼，要跟众朋友们一起啊，继续背团捧场之后，谢谢。